x 三乘三分之一 ，g 乘 f x 等于 x 二减三 x 加一，任何一个 function 计算 f 二三四五，咁只揾嘅啫，其实直接 direct substitution 四减六加一负一，九减九加一正一 f 四，16减12加1。 17减12乘5 f 5廿五减15 10加1 11咁跟住睇拍 b， 跟住 f 2加 f 3等于 f 5嘅咧，可唔可以怎么将佢相加嘅咧？即系咪两个 f 加3个 f 等于5个 f 咧？其实就唔系，我哋写出啦 f 2加 f 3负1加1等于0。 基本上呢個咧都冇乜機會，都唔會等於唔等於 f 五啦，因為 f 五咧係等於11。咁呢個都唔係偶然嘅，基本上都冇乜機會相等。好啦，二乘 f 二，f 二係負二，等於 f 四咧，f 四正五喎，係唔等於 f 四嘅。所以咧佢哋基本上冇關係嘅，即係咧呢兩件事咧 f bracket 二咧唔係代表 f 乘二，係將個二咧。代入去依個 function 度去計算咧嗰個嘅 value。